真不敢做。你要看到那二三十，二三十岁的那个，我没有结婚了，好可怕！不差呀，没腰是？就差，我只是很吵而已。不敢垫，然后就说：“那你要不然你要不要垫嘛？”应该是哀哀叫，很吵。吵死了。对，他就觉得他很吵。我觉得这没有那么好啦，怎么大家很喜欢这种条件？运气没那么好啦，肯定。是因为他就如果很开的话，他隔不过。